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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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3月27号，今日讲下啲医疗信息以及啊谋人子信息啊，咁梗系噶啦 ，hack attack 啊，玩完谋人子之后你咪 hack attack 啊 ，hack attack 就搵奴宠物啦。医管局对人才方便点样协调？哇，真系真正嘅谋人子啊！曾志伟嗰个台啊，唉又嚟攞晒人员啲钱去啲股东啊！欸，所以啲股东不满㗎，喺度闹佢孖叉佢。或者管理不善各样嗰啲。理唔理？梗係唔理啦，求其搞單嘢敷衍下佢哋啦。喂，但係咁喎，佢又交代到喎，点解有另一批水椅唱好又散货。我唔知啦，或者啲大 master 啦吓。之前先拍心口保证黎瑞刚嗰啲啊，就话自己我话 OK 就 OK， 冇香港市场咪用内地市场啦。仲喺度话哇真係。真正嘅谋人子啊，曾志伟嗰个台啊，唉又嚟攞晒人员啲钱去啲股东啊，欸，所以啲股东不满㗎，喺度闹佢孖叉佢，或者管理不善各样嗰啲，理唔理？梗系唔理啦，求其搞单嘢敷衍下佢哋啦。喂，但系咁喎，佢又交代到喎，点解有另一批水椅唱好又散货，我唔知啦，或者啲大 master 啦吓。之前先拍心口保证黎瑞刚嗰啲啊，就话自己我话 OK 就 OK， 冇香港市场咪用内地市场啦。仲喺度话啊，你哋嗰啲唔买 TV， 但系啊，即系你亚布泰事件各样系唔会令人却步嘅。人哋鍾意个口袋揞乜系人哋嘅事，同埋有得悭就悭啦，大家无谓益咗嗰班粉饼。我宁愿吞咗佢食咗佢啊！佢就话啲人啊走过去网络欺凌嗰啲广告商各样，啊，有几啫？人哋只系喺度讲，喂，我 TVB 见到你个广告，啊，所以呢唔好啦，我哋唔帮衬你啦。点解啊？我哋觉得个广告质素差，望到呢令我作呕啊，所以我哋唔好鍾意咯。就咁得噶啦，诶，嗰啲其他嘢就唔使点讲嘅。我哋消费者决定啫嘛，或者我睇紧广告嗰阵时手紧帮衬唔到你，讲声唔好意思咁解啫，系咪？咁结果啦，曾志伟嗰个台冇钱电视啊，冇钱电视呢，无钱电视叫无钱电视。钱银啊嘛，冇钱电视估计一飞冲天，啊，又系不务正业。原来就系同中国大陆网购平台淘宝合作，即系马云啦，啊，松江佢使啊，即系由艺人网上直播销售。我记得李国麟嗰啲啊嘛，原来之前试水温就系佢哋啊，卖小龙虾卖到成个嘴都肿埋，陈小春嗰啲。结果喂，广告商搵佢哋赔水㗎喎，佢哋卖唔出嘢㗎喎，香港人又唔妥佢，淘宝人又唔妥佢，你搵佢哋做广告搞笑喎，不过冇所谓㗎，佢哋买一单是一单咁解嘅啫。同埋有啲好似叫垫底费㗎，咁唔知啦，佢哋自己拆掂佢啦，呵呵呵。但我唔明嘅就係呢，做乜呢单新闻可以炒起个股价，咁但有另一批嘅水鱼又中招咁解呀。所以我成日都话啦，赚钱我都唔买呢啲股票啦。跌得非常金嘅时候可能有啲冚仓盘啦，我唔知啦。总之就由三蚊飞到五蚊。咁跟住有人由五蚊入咗呢，咁啊多谢晒啊盛惠，而家变晒大闸蟹啦。仲唔够啊，犀利喎。呢度香港无钱电视啊就会遣散 5% 嘅员工节省成本。哦，即係搞完咁大腾龙凤然之后同人讲要裁员。呢啲呢係恶意裁员。喂，你政府形象代表嚟㗎嘛。竟然走过去收缩规模又裁员，即係分明係诉说政府嘅不是㗎啫。即係话佢实力不足啊。同埋即係淘宝直货捞唔掂啦，你捞得掂就扩充经营就请人㗎啦嘛。咁佢捉虫啦。一般嚟讲股票呢，你裁员嘅时候股价会升㗎，节省成本㗎嘛。但係你扩张期间节省成本呢，你明唔明啊？扩张期间节省成本，咁就多谢晒啦。咁你话啲分佬点睇你？啲分佬点睇你嘅时候呢，再加埋啊，你股价如果支撑唔到，融资都有问题㗎喇喎。咁黎瑞刚就俾人打完心口打背脊。咁话说冇钱电视面对市场低迷，同埋呢有啲运动支持者嘅杯葛，所以营运欠佳。所以我咪话㗎喇，你咩黄黄圈各样嗰啲你睇質素啦，最重要係蓝色杯葛圈。呢，这个先系个 core， 系好成功就真。因为呢个系 core 中嘅 core 啦。啊，黑 core， 大家认住啲黑人憎嘅咁就 OK 㗎啦。即系咩丑心啊，嗰啲摆到明卖淘宝货嘅，诸如此类各样。
要我帮衬你下世啊。不过我呢啲完全系飘华啦，完全唔帮衬啦。原因好简单，买英国货啦嘛，米都唔买啊，同你讲。哇，真系真正嘅谋人子啊！曾志伟嗰个台啊，唉，又嚟攞晒人员啲钱去啲股东啊！诶，所以啲股东不满嘅，喺度闹佢、孖叉佢，或者管理不善各样嗰啲，理唔理？梗系唔理啦，求其搞单嘢敷衍下佢哋啦。喂，但系咁噃，佢又交代到喎，点解？有另一批水椅唱好又散货，我唔知啦，或者啲大 master 啦吓。之前先拍心口保证黎瑞刚嗰啲啊，就话自己我话 OK 就 OK， 冇香港市场咪用内地市场啦，仲喺度话啊，你哋嗰啲唔买 TV， 于是乎都系会睇杀神特工各样嗰啲噶，呢啲咧就叫做渗沙子挖墙角啦，寄生虫咪系咁噶咯，佢有个宿主咁咪慢慢蚕食，直到破体而出为止啦，啲人又瘦嘅，因为宿主啊嘛，改变唔到嘅。结果一步一步咁蚕食，你见美国今时今日咪蚕食到咁咯，冇咗嗰个防患未然嘅諗法啊，觉得少少唔驚，少少唔驚，少少唔驚，所以温水煮蛙就係咁嘅原理。同样地啦，佢又傍住啲叫做话得试下嗰啲人才各样嗰啲，然之后其他人咪可以骑住佢啦，喺度 parasite 咁样啦，寄生虫一样啦，佢哋唔使点识嘢㗎，缝合肛门打点滴㗎咋，香咗咪活习五星囉。但係最重要隔离嗰个系 Dr. X 啊嘛。嗱，你睇下我咁大个 Dr. X， 即係等于啊许冠文嗰啲啊喺摩登保镖啊，咁啊成日 show 幅相出嚟，嗱我有同郭亮雄握个手噶，咁咪劲咯！郭亮雄识佢老鼠啊，真系唔系戏码嚟嘅呢个。医管局又话啦，仲会计划去澳洲嗰度举办招聘会，先试英国，因为英国啲佢认为工潮各样会走去澳洲啊嘛。咁既然系咁，我去英国招先，跟住再去呢个澳洲。范鸿铃表示，大湾区医生交流计划招募咗九名专科，专科嚟嘅，唔系普通科，唔知佢专乜嘢啦，肾定系肝啊？就跟住会去九龙中、九龙西、新界西联网嗰度服务，港岛区仍然安全啊！护士方面呢，就招募70名，部分年资超过20年啦，大湾区有年资咁耐嘅护士啊，吓可喜可贺，平均年资就超过8年，咁啊即系乱口嘅护士多，你入医院有靓女睇，诶，集住年轻唔代表貌美嘅，唔好意思，搞错咗啲嘢啊 ，say sorry，say sorry。范鸿铃就公布12个月全职医生流失，稍为缓和，梗系会缓和噶啦。你系咁走系咁走嘅时候系咪？同埋佢公布啲数字，我都唔信佢嘅。自从上次啦，英国公布嗰边咧有十几万人走咗，跟住佢入境处话得6万喎，咁已经系咁大嘅落差，你唔使信佢啲数据噶啦。不过佢求其啦，话 10% 咗紧，咁结果原来系 30% 嘅，走一个同走三个一样嘅啫嘛，咁少人，于是乎啲人就唔怀疑咯。入面系容许大湾区专科护士咧无需本地注册，亦无需考执业试，嚟港交流10至12个月嘅。咁你又放心喎，有啲人成日好担心，弊啦弊啦，今次佢哋都冇嘢做嘅，有嘢做先驚啊，佢哋冇嘢做㗎，望下你点做㗎啫。同埋而家呢佢哋无需精通中英文添㗎喎。咁但係唔好搞错，佢哋係请唔到医生，有机会佢哋呢无需精通中英文嗰啲呢，唔係讲緊喺内地執业嗰啲啊，佢哋係直情想请嗰啲巴基斯坦、乌干达啊，第时你见到啲黑古勒特医生咁啊，多谢晒。好啦，包括两位呼吸内科，一位传染病科，一位心血管科，一位麻醉科，一位放射科，咁啊走过嚟。好啦，范鸿铃又讲到，有930名嘅员工申请低息置业贷款嘅，即係佢之前挽留员工各样嗰啲嘛，总共有930个申请书，至少係有320名医生愿意延任，1002名护士愿意留任，咁话係以申请贷款嘅比率啊推算得出嚟嘅。咁啲大湾区嗰啲都可以增加呢个比率啦，佢哋嚟嘅时候照样会咁申请嘅啫。哇，同埋好似揸的士咁嘅啫，延任即係70几岁仲喺度睇病，大家第时呢可以遇到好多老郎中啊，经验丰富啊嘛。医疗资讯啦，对于范鸿铃辖下嘅公园冧天花，医管局就话初步检讨进度理想，三个原则考虑是否公布嘅。我唔知佢咩三个原则，因为都唔 make sense 嘅。高拔星表示啦，第一个原则，事故有冇出现人员伤亡；第二个，对服务有冇明显影响；第三，事故嘅严重性。但佢又冇讲到底点样先至会公布喎、啊。咁我估计啦，事故出现伤亡嘅话呢，严重嘅咁会公布，
事故对服务有严重影响嘅，导致医疗方面要停顿嘅，又会公布啦。如果潜藏风险大啊，都会公布嘅。咁但系高拔升又话啦，冇乜硬指标嘅，咁啊即系佢决定咯，要常理判断啊嘛。佢话佢就系常理啊，几犀利啊！佢话医管局超过一半嘅楼宇咧，已经超过30年噶啦，维修保养有一定挑战，难以逐一公布噶啲嘢咁样。嗱，佢讲完啦，你听到啦，原因就好简单，好似玛丽呢单咁啦，玛丽手术灯癌状，支架甩胶外壳，检查之后放回原位，咁啊继续使用。呢度由东方大旗手播报出嚟，天灭中共全党史清光啦，公立医院又嚟啦。博爱玛丽出现多宗手术灯组件剥落嘅情况，于是乎咧搞完一轮噶啦，跟住19号时候又有一组手术灯、辅助架教位嗰个塑胶外壳咧碰撞之后松脱，博爱嗰度咧有组手术灯运作时移动不顺畅啊，即系喐嚟喐去啲教位唔得啦，检修过噶啦，都系咁。咁同埋佢话咧30几年啦，维修有一定难度。咁每年批俾佢嗰啲 budget 做乜㗎？你高拔升食咗啊？吞咗落肚啊？哇！点样啊？又水又火喎、屯门医院嗰度啊，急症部分呢地方嘅水浸，病人就要转往其他部分啦。喂，我唔想喺医院浸屎喎。屯门医院嗰度呢，渠务人员到场又清理呢个渠道。哇！喂，老老实实啦，你嗰班屯门嗰班啊吓，你转移完之后，唔该你检查下啲伤口有冇感染啊？大佬，你嗰啲塞咗跟住泵翻上嚟嗰啲陈年渠水，几多菌啊嗰度？你唔系转移咗就得噶喎，麻烦你 check 到真确无误，你先好收货啊！真系。嗱，大家知啦，检测完都再甩盖，甩盖完扑翻入去又可以再用嘅。好啦，另一单消息，卢宠物啊吓，正与内地商讨跨境器官移植恒常化，即系本身都有噶恒常化。本港嘅医疗体系就系咁噶啦，所以嗰啲共产医护做埋晒嗰堆咁样嘅嘢啊，以及啊，即系而家咧有一种叫做被动捐赠噶、亦即系话你之前咧冇自己 opt out 嘅时候，冇自己选择退出嗰个器官捐赠嘅时候咧，万一你有啲乜嘢事，尤其近期啦，你见到有将军澳又铲上石博，又呢样嗰样嘅，反而内地人有啲咩旅行团各样有事咧，佢唔知身份，佢冇得乱嚟啊嘛。但系香港嗰啲阴公咯，搵到张身份证嘅时候，你冇 opt out 到嘅，咁啊心肝脾肺肾全部飞升噶啦。而且啊，统一咗呢个资料库之后啊，就有咁快得咁快，恒常化咗，新鲜滚热辣，即时递送。咁呢啲嘢，个天会收佢嘅。啲共产医护啊，喺度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就系咁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